到了，人祸灾难很可怕，很扰乱人生，而且呢，让整个社会啊，没有一天宁静的社会。现在啦，在缅甸，整个社会在乱哦。到底呢，是哪一方对或是错？没有对错的，没有一方是对的，没有一方是错的，个个都在心灵里，他的方向，方向都是各自分好的，方向差别。假如人人呐、啊，都可以把方向调整归于一个那样的善，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造成苦难人呐、啊。看到了两边这样的冲突，这实在是很令人。心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来描述，只能说无奈呀、啊，一动干戈起来，实在是无力阻挡啊！这不就是呢，众生共业这种的业力啦、啊。无明啊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这就是人类，人类呢那样的意念啊，贪嗔痴汇合起来，那真正的缠了无法解。人世间啊，错综复杂真的是很多，难以去一一分析，所以无以言语，无法度去讲啊，实在是真的，佛菩萨也是悲悯众生，但是呢，业力呀、啊，真的难以分解。佛陀出现人间，他修行觉悟，总是呢一个字，自己的自觉，人间苦啊。那要如何解开苦的源头？他修行啊，觉悟啦、啊，也知道，总是呢这样的苦。但是呢，只有把苦的道理说出来，但是众生的业力总是永远解不开。所以人间永远永远就是这样的混乱啊，那样的悲戚，那样的苦，实在看得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。光是呢要跟大家说，唯有爱啦，佛佛道同，还有所有的宗教啦，名称不同，但是呢，只要是有道，真正的就有道啦，只有一个方向，
博爱、仁爱，这不管什么爱都要把它汇合起来，这都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种同理心啊，同体大悲呢，不忍心众生受苦难，这就是悲悯。从悲悯中呢，发出了清净无染的爱，那叫做慈爱，那叫做博爱，那叫做大爱，那也叫做无缘大慈。无缘大慈呢，就是期待众生能得福，在人间呐、啊，和平相处，人人生活在大自然法则里，这样的平安呐、啊，看到人间呐、啊，起心动念的不调和，这样都是很令人感慨，又是奈何呢？灵光妙药啦，在一个爱，在一句斋戒，人人所归去，人人呢所可意，好好的守好心灵的轨道方向，就是这么简单呐、啊，能正确方向的行。走到的路啦，而且呢，爱的慈悲啦，这最近啊，在《法华经》重播的火灾辟易品，众生啊，做了业，那就是亲像迄个世界呢。人人作业，世界星星的火呢，安尼烧起来啦，亲像呢火体共款呐，灾难一层一层的，这都是人心的火体。有人讲，哈、啊，无名火起呀啦，烧遍了一切的功德哪啦？所以有善有恶，善的是啦，咱佛的本性，这个善念，平时都是做好事，但是一念无明起啦，把咱过去的好事呢，那这个一笔勾销掉，因为呢，迄、那个心功会多啦。过去的善念呐，迄份的智慧的方向，拢该磨灭掉了。就是一念无明，烧尽了一切呢的善法吼。所以咱修行，就是要时常时常呢，把华语啦来润习，润习，和咱的心。有滋润的华水，它才能呢在湿润的土地面顶布善种子。那这种子，粒粒种子，一生无量。一个人的善心起，可以招来了无数人的善的方向，那不就是呢？造林人吗？在那做哪呢？做树哪？那好好清洁，该种落去，大树啦，健壮起来，它开花结果啦，很自然呢，迄、那个果实落地啦，随风一飘啦，有的远个近啦。都有这个经济，
那就是落地啦。再过再发芽春金啦、啊、又是呢一棵棵的大树这样成林起来。这就是很大自然的生态。好心引接了好人，所以人如嘴这活人如嘴啦，这一片土地呢就是会更有更平安，人类更有福了。